可奶女神出轨前男友爽贴小王亲密照曝光。日本女团早安少女组33岁前成员后藤真希拥有可奶好身材，五年前与小三岁圈外人 A 男结婚，育有一子一女，但日前爆出她从去年初与前男友 B 男开始搞婚外情，背住老公和 B 男上床二次，老公得知她外遇后杠上 B 男求偿330万日元，约92万元台币。今日媒在报后藤与小王 B 男的亲密合照及两人私密对话。后藤真希在陈述书中坦承，于去年5月2度与久爱发生性行为，二人在连锁酒店偷情，让他的贤妻良母形象一夕崩毁。事后她在个人网志微博轮脸致歉，坦诚背住老公出轨，但否认曾被老公家暴。周刊文春今公开后藤真希与小王的亲密合照及懒对话内容。据悉，照片和对话截图是后藤老公的祖母提供，对话是在去年6月8日，后藤写道：“再次哭出来，救我，疑似在向对方求救。”后藤公公的祖母表示孙子很无辜，希望能替孙子平反。